不是，它像那个像 X 光片。哇塞，这也太可怕了！泡水放十分钟，泡出血水。冰苏打的，加点小苏打会让它肉比较嫩，但是家没有小苏打，只加一点淀粉。然后腌一个小时，炒成这种。有点米都变黄了，然后不透明了就可以了。把这些小料调出来，打成粉，打成这种有点颗粒感的就可以了。就是还是没有完全打碎，有一些颗粒感，这样的。Thank you.
小腿这里都痛。我的包裹到了，看一下里面都有什么食材。哇，一股蔬菜的味道。baby， 这些 recipe 是你挑的对吧？嗯，挑的这个，哇，它的这个卡好大呀！它这个 recipe 的这个卡，哦，还有这个 meatball， 看上去挺好吃的。steak salad。哦，这是他其他的一些 recipe。 哦，我买的这个面包到了，我回来要买 bacon， 然后把它卷上吃。这一袋是 steak salad， 哇，还挺重的，这个是 chicken。 哦，这些是肉，然后 steak。 嗯哼，不知道它的 steak 好不好吃，然后 chicken， 哇，它里面还有这种大块的冰，怪不得这么重，里面有四块四袋冰。哦，它都是这样一袋一袋的蔬菜装好的，嗯，挺新鲜的感觉。小蘑菇，感觉这一份就是两个人吃的，我是买的是三个 meal， 然后两个人吃的。我现在要试着做一下这个，上面说35分钟可以做好，我要计个时，看我多长时间能做好。然后背面是它的做法。
说都是已经找到 catalog record 的，然后有一些历史书、文学书，然后哲学书、小说，什么都有，还有医学书，还有人物传记，还有一些诗词，各种。我已经好久没来这个桥了。加油！妮妮，妮妮到最后也是爬了，爬不动了。快回来！快回来！快回来！